亚伦，加油！来了，你亚伦，你过来了。这是我们心想事成节，谢谢大伙儿。哎呀，谁这么大声啊？小孩子来了，他又开始跑了。大熊猫。如果在有很多如意的食物的情况下，他一定呢会去选择吃很多的东西。他不会去走圈，更不会去跑。他走完圈之后，他又会去这个门口看，这个来有没有人过来。来这边看看这根行不行，这根不行就跑了。把竹子扔掉就走了，扔了，把那个是笋。左上角给大家发了一个福袋，大家呢可以领取我们左上角给大家所发的福袋。床上的看到了他。谢谢常二姐送的帽子。看看洋洋是吧，洋洋来了，这个就是他的爸爸洋洋大熊猫，就是前两天那个有拉稀的这只大熊猫。有人说他那个不是拉稀，那个不是拉稀，那是拉的是啥。这个就是那只大熊猫洋洋，也是我们花花萌兰的爷爷，今年是一只27岁的国宝大熊猫，老年大熊猫。这和咱们如果说它是我们人类的年龄的话，它已经94岁左右了的一个年纪了。咱们各位呢，把灯牌上一上，把关注点一点，每天9点大家就锁定直播间，每天呢10点钟咱们的人气票有个助力环节。大家伙呢都来助力助力我们的人气票。哎呀，这个就是大熊猫洋洋。这个呢是他的女儿亚伦。亚伦，哎呀，亚伦啊，乖乖，亚伦，对，他没有吃的，一抱走，一跑，饲养员就打开来这边了，饲养员就过来了，亚伦哈，你看他饲养员。来的时候还不忘看咱们这边，因为他知道我们在他这边呢。今天给亚伦投喂了这个饼干，投喂饼干之后呢，然后就会，如果可能会给他给竹子，也有可能让他去吃，内场的竹子。给一根竹子，用小黑熊掌把这根竹子轻轻的给它拉了过来，揪出来，准备揪出来了。哎呦，这揪竹子了，哎呦。就在吃了，对，
哎呀，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效率还快了点，像之前他走圈得走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之前的话现在这个效率还快了点，他们就是随时在盯着这个监控呢。看他不吃这个竹，不吃竹子了，去吃这个饼干，想吃饼干，他饲养员就不会给饼干的，他必须得让他去吃竹子或者是吃那个这个里边的什么东西，他才会给饼干。家人们，咱们有人气票的吧，人气票可以丢一丢。咱们现在开始助力人气榜了，这会儿人气榜环节到了，一起来搭把手，打满600张人气票，家人们。谢谢我们梅花姐60钻，谢谢我微微姐的188，谢谢我们茂国姐，谢谢我们朱心姐，谢谢大家。谢谢莫姐，谢谢我宁二姐，谢谢我们豆豆点点，谢谢小毛豆，谢谢星物姐，谢谢我快乐，谢谢我青青，他就是这么个样子，这边投喂方式。最近还这个效率快了点，像之前，哎呀，这四个熊猫每天早上你走圈就得走一两个小时，少则一两小时，多则四五小时，就在个圈里边一直转呀转，走呀走，这个。他就又得过来找竹子吃，吃完竹子之后，他才能去要小饼干，不然人家不会给饼干的。他必须得吃两口竹子，哪怕不吃竹子，假装吃竹子也得吃两口竹子，人家才能给饼干。谢谢我朱星姐，谢谢我 Lucy 姐，谢谢所有姐姐们人气票。怎么能打满600张呢？一起助助力，打满600张。所以说，你们必须得看，咱们大家呢必须得去关注关注。如果你热爱熊猫，就做作品，发发作品，跟着咱们的节奏呢一起走。如果你真的热爱熊猫，啊，就你们就那种就是，不爱熊猫的那种的，就离咱们远点就行了。那个。谢谢我们整木兰，谢谢我们影子，谢谢我们宝妮姐，谢谢我们小雅姐，谢谢我们感恩，谢谢我们陌路姐，谢谢我们微微姐，谢谢我们全是爱，谢谢我们你牵手姐，谢谢我们宝妮姐，谢谢我们小雅姐，谢谢大家的人气票，再打满600张，我给大家呢再发福袋，大家继续发福袋。你看他就走了，这个就走了。谢谢我们时尚姐，谢谢我们衣橱姐，谢谢我们信用，谢谢我们星星。谢谢我们用户492，谢谢我陈阿姨。哎呀，这就是我们的亚伦啊，亚伦。谢谢沉默的熊，可以在这吃呢。谢谢晚清洁，谢谢我木泽。如果你们真的是热爱大熊猫，怀着是热爱的这种初心，我们就可以携手同行的一起去，向前迈进。但是如果你不爱熊猫，那你们就就是别关注我了。也没有必要去关注我，每天在直播间里边，真的。谢谢我们小水姐，谢谢我们87，谢谢87。这里边咋有这么大的水珠呢？湿气比较重，温度不一样。谢谢我们小阿姐。
谢谢影子，谢谢我茂国姐，谢谢大家，他又去那边了，去吃这个竹子了，看看怎么样，这是刚投喂的一根竹子，哎呦，这个水感觉都滴答到我的手上面了，哎呀，让他去吃吧。左上角呢有个福袋，大家咱们一起可以领取福袋，一起帮忙助力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这是哪个宝贝？这是我们的大熊猫亚伦，今年是一只八岁的大熊猫，回国后的顶流熊猫亚伦。亚伦呢是一只非常优雅的国宝大熊猫，是我们优雅的宝贝。今天好像没啥黑子啊、哦，今天。看一下子，找找有没有黑子，咋没啥黑子今天？哎，这平常不是黑粉挺多的吗？这不来了，这个这两天咋不来了？嗯，也不在咱们直播间打字了，黑子，黑子们都。今年会回家的。今天大佬没来，今天大佬没来，昨天来的那个也没来呀，那个，这一看就不来了，这个。黑子在家治病呢，可能是治病呢，咋的了？黑子们治啥病呢？你们都正义被黑子被正义打败了，嗯，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家人们。看亚伦，这就是他们这边的这种饲养方式。说白了就是竹子的品种跟不上，就这么简单。他们这边就是怎么讲呢？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自己的观点，我自己的这个判断，还有而言的话，他们做出的这个结论是啥呢？就是他们这边养熊猫，养得很那个什么，很强求。最近这两三个月才做出了很多的改变，我们来直播了马上六个月时间啊，过两天呢咱们就搞个那个半周年陪他们半周年的一个日子，到时候我们都带大伙呢都共同的一起去记录一下子，共同的见证了他们半年时间了。这个月的17号就是我们来这里半年上，就是半年前的，就是去年的11月份的17号的时候，那天我们来的时候，我们的洋洋在外场，我进来园区20分钟的时候，他就开始拉稀了。但是第一次拉稀，这个，但是我第一天来在直播在这个园区里边就待了那个就待了20分钟之后，我随手拍了一个视频，然后就捕捉到他的那一幕了。随之呢，经过那次事件之后，很多人呢也对他们动物园发出了很多的疑问，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他们那个动物园呢就给大伙都回复了，他们当时回复的是啥呢？就是这个东西吃多了，他们可以看一下屏幕正前方有个这个两个饼干啊，他们说是洋洋是吃多了饼干或者是吃多了这个食物所导致的这个拉稀。这是我们当时开着直播对他们进行了一个追问，他们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回复。我们大家呢也都是见证这件事情经过的所有的人，见证者。然后我们走过了，陪着他们走过了深秋，走过了寒冬，
现在即将走过了这个春天，马上迎来了夏天，是不是？也是我们半周年，来这边半年的一个日子马上到来了，不知不觉的已经在这里半年之久了。他们呢也马上快回家了，今年也就会回家的。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没有什么容不容易，这个不谈容不容易，这个就希望他们过得好，容易得去做，不容易也得去做。容易与不容易这两个词儿，在热爱的面前，它是不值得一提的。